Good morning， 其实也是不是模拟了，已经下午四点了。我在说什么？两年前的现在，好像也是来科罗纳多岛。来这里的这四年中，我来的次数好像比他多有一倍吧。当时玛丽莲梦露就是在那里跟某位总统，著名的总统过夜。菲菲一定很想这里。毕业的时候就是跟他妈妈来这里拍照的。这里的交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乱好多。之前来还没有这么多人的时候，交通没有那么夸张。它很多十字路口都没有红绿灯，然后是单向 stop sign， 没有 stop sign 那一边已经堵住到速度很慢的时候，就会超乱的，左转右转，横向直向都大家都一起来，要需要一个默契。感觉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，可是哦 Starbucks 很多人，今天很热。等我们停好车就可以直接用步行的来。骄傲，我在拍骄傲。我穿这件衣服人非常害羞。不会来，还蛮多人会在这里办婚礼的，外地的宾客就会住进来，然后他们会在不是这里更大的草坪放一整排的白色的椅子。后面就是我们住的饭店，有名的饭店。要以这个撩人的姿势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。我们搂衣吗 ？Do you want to？ 哎，别别！我们身后的这个，你干嘛一直动啊？我在用脚玩沙。这个建筑呢是维多利亚建筑，是全美国第二大的木头建造的维多利亚式建筑。这里除了玛丽莲梦露跟各界的总统来 check in 住过。因此声名大噪之外呢，1892年有一个 Kate， 他生病了，他在等他哥来治疗或者是诊断吧。恐怖故事。他哥一直没出现，打扫的人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沉睡在他的床铺上，一动都不动。然后据说他那时候住 check in 的房间，你想知道在哪里吗？哦，不要。都有很漂亮的花，一家是 Pui Pui 跟他妈妈最爱的一家了，太多太美丽的花了，超多的，这边还有，这超大的，超美的。Good morning。吃早餐了。今天天气很糟糕。昨天有人打呼。佩佩猪，佩佩猪偷渡。好可爱啊！奶奶逛街。应该不是哦。为什么长这么矮可以吃带动画？我们要去的是这家店。老饭店了，一早起来就大概7:30的时候，7:30开始大家就很热闹了，对，大概是这种热闹程度。如果你们近期要来住的话，就跟他说不要睡靠施工这边的好了。但如果你是早起的人，这应该对你来说没什么。然后我们大推他们
hotel 那一间披萨店，没错，超好吃的。昨天好像忘了拍，没拍我就把它吃掉了。我们只有照相而已，好吃。我们吃超 juicy 的 mushroom，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香味。那要跟克罗纳多达说再见咯。是说如果有车位，你会不会想要去那一家吃早餐？不会，想回家了。吃我们自己的早餐。好啊。OK， 大家。出发。